away today. It's time to get away. I wanna see it all.我们是在大学的时候，然后一起办宿营跳啦啦队认识，因为跳啦啦队都会摸到腋下，摇握大腿嘛。那时候就觉得说，哎，这个女生怎么腿毛好像比我还多的感觉。我们就是男友会很大一群人，所以常常一群人一起出去玩。好像有一两次就是有坐他的机车，我发现奇怪，就是为什么男友宿营练完之后，接下来上通识课跟体育课，哎，就好巧哦，怎么都有他。他上什么课，然后我就一直跟着一起去修。有时候上完课，他就会问我要不要一起去吃饭，那时候也不疑有他。在一起之前，原本觉得他应该是走那种气质路线的，对，那个时候我觉得他腿毛多，这跟气质没有冲突啊。就是忍不住，就非常的想告白，所以那一天就很冲动的跟他告白了。而且那天我还约他约不出去，他就约我去吃宵夜，然后我就说不要，我要洗澡了。他就说，那你吃宵夜的话，我就告诉你我喜欢的人是谁。然后我心里想说，我没有很想知道。然后我就不知道为什么他一直要约我出去吃宵夜、洗澡，然后洗澡完回来打开手机，看到一个简讯，就直接直球告白。然后我想说，哎，现在是什么状况？后来就是我很厚脸皮的，又算是告白了好几次嘛。每次都会问我说，愿意跟我在一起了吗？我就觉得，这个人好锲而不舍。有点神奇，而且一开始都是很客气跟婉转的拒绝，就说我觉得是朋友的感觉，到后来就是很直接，我说他约我去饶河夜市什么的，我就会跟他说，可是我就是真的对你没有那种感觉，所以我觉得跟你出去这样子会让你误会，我觉得这样很不好，但到这个等级还是没有用，所以我后来就跟他说，我喜欢很高的男生，你这样子我不行，因为你比我高一点点。然后呢，他竟然都没有被打击耶！我觉得正常的男生应该到这里就放弃了。他说：“你跟我在一起，我会为了你吃中药长高。”虽然我不是相信这种鬼话，但是就觉得这个人真的是对我毅力不摇，好感动啊，这样子。但我心里也是翻个白眼，想说你会长高这样子。他真的有吃中药啊？但完全没有用啊！吃完就说：“哎，没有用哎，那你就接受这样子的我吧。”太幸福了！离常多远了？离常多远了？离常远，所以非常酸。好棒棒啊，还有什么超级棒，现在在卖的超级棒是在射出东西的，是不是？其实那个时候，其实我找一个他的好朋友，跟我也算认识，算是当我的卧底吧，就会偷偷的在他身边讲我的好话。我一直被洗脑，但我不知道。就比如说，我可能会跟他分享凯源对我的积极，我有点困扰，但是他就会跟我说：“那你给他一次机会，又不会怎么样，你又没有损失，你没有亏，他也开心，这样不是很好吗？”一直这样讲，一直这样讲，讲了一两个月吧。然后我后来才知道，他们私下有一些交易。他的心理素质就是非常的坚强，怎么打都打不死，跟蟑螂一样。他非常的正向乐观，他在意的事情很少，可是他在意的事情他会非常非常坚持。是他是真的一直都对我蛮好的，刚刚在一起真的是觉得他好像心思很细腻，都会观察到我很多事情。可后来发现他其实就是很标准的理工直男，他常常会要我给他量化的东西，可能我现在眼泪有点快掉出来什么的，然后他可能就会问我说，那你现在生气一到十分是几分，然后难过一到十分是几分，这样他就会问我这种话。因为我们都很喜欢猫跟狗，应该也算蛮喜欢小孩的，然后就会讨论说以后可以负担几只猫几只狗几只小孩，然后他就会把他们都量化，小孩一个人是两分，那狗一只是一分，猫的话是0.5，就是根据那个负担的金额还有要付出的心力，我们家最多就只能负担4分，所以如果生了两个小孩就不能养猫狗，但如果你生一个小孩还可以再养一只狗两只猫，好怪的人，有一种没有自理能力的感觉。他私底下其实蛮搞笑的，算是蛮感性的一个人，他情绪会比较多，会比较容易因为一些小事情难过或很开心，就是算是蛮好取悦的一个人。他也蛮重视一些就是日常生活的小惊喜，一些好像很久没有了。
我最近会开始努力。瑞娟的一天通常都是从六点多自然起开始，可能比较工作狂一点，就是我可能会花很多时间在准备教学上的东西。算是一个非常有选择障碍的人，他会去比较很多不一样的选项嘛，他就是连去菜市场买菜，他都会看了好几家的丝瓜，决定选这一间的丝瓜。我记得交往很早期的时候，其实我只是要去买一件牛仔裤，陪我逛了好几间。我觉得通常男生到这边已经没有耐心了，就到某一间，我本来已经试穿到有一件可以了，结果他又突然把我拉到旁边，居然跟我说他看到前面那边还有一间，他觉得我可以再去那一间试完再决定。就是他一直不懂为什么这件事情我会一直记得，可是我就觉得说为了我的选择障碍，就是都可以很配合，甚至替我想到更多更多。像我们现在挑婚纱，他也是，他比我还要认真看礼服款式。就是虽然他的个性本来是决定都很明快的人，可是可能为了我常常慢下脚步，很有耐心的去陪伴我看跟做很多选择，就觉得还蛮感动的这样子。他有一次送过我蛮特别的礼物，就是有一次情人节的时候，他就突然出现在我家楼下，背着一大堆的锅碗瓢盆，带着一大袋的食材，就很像东华一番的小当家的概念。我家里面怎么出现一个特级厨师，变出一桌料理给我当情人节礼物？他是一个蛮喜欢自己煮东西的人，就是凯仁是一个兴趣很多人，他很宅，但是他很忙，就是他又要看动漫，然后呢他又要看比赛，然后每次都跟我说什么就是今年什么唯一的什么一场，但是下个月又有一个什么今年唯一一场的东西，那可能是别的。然后我有尽量尝试去了解他的兴趣，跟着他一起看他想看的动漫。之前去巴塞隆那的时候订了那个足球的票，我们就带着我们两个妈妈一起去看这样。求婚的部分是他有算是临时吧，所以就想说要制造一个惊喜的求婚给他，就规划一个密室逃脱的求婚，假装要玩密室逃脱，但其实是在最后一关的时候求婚这样。然后那时候还创了一个群组，叫做台股投资研究社，这种他绝对不会想要点进来看的那种群组名称。其实有时候跟他说我去跑步哦，但其实都是跑到楼下的便利超商开始跟朋友讨论求婚的流程跟道具，然后再把讯息删掉。你不觉得他有偷吃的潜力吗？未来我都完全没有发现。你愿意嫁给我吗？你要嫁给我吗？我想要分享一件事，就是几年前，就是我爸突然之间昏迷了，我就赶快回南部处理这件事情。瑞娟她也没有特别跟我讲，她就跑回来台南陪我。我爸走了之后，她也常常陪我聊天啊，然后帮我疗伤，才让我度过那一段比较难熬的事情。谢谢你这十多年来一直陪着我，也谢谢你一直支持跟鼓励我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。支持我做很多事情，好老师是没有办法选择在哪一个县市，你就是直接很帅气的说没关系，我下机随机驾狗随狗，你去哪里我就是跟着你去哪，跟你在一起就是我可以做我自己，不管是怎样的我你都会包容跟接受。现在在一起十几年了，还是有一直一直都聊不完的话，我觉得可以跟一个这样子的另一半一起走一辈子，我觉得是很开心的事情。我知道只要我需要的时候你一定会在，谢谢有你。